Hello， 玩扭蛋机可以选不超过100块的扭蛋。这个小鲨鱼呢，它是各种颜色缤纷、特别缤纷的小鲨鱼。究竟会想要哪一个颜色？你需要哪一个掉下来？只要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健康。这一只100块，贵。林欣抽到的是一只粉蓝色的鲨鱼。它可以捏吗？不行，就是这样子。呜，结果是蓝色的这一只，大家觉得可爱吗？鲨鱼，蓝色鲨鱼。鲨鱼，好，没事。选好了，好，我转了，我一模走，我一模走。浩浩抽到了一个善意睡觉公仔，太可恶！哎，这其实蛮摆，可以当摆饰。对啊，我有在收藏公仔。你可以粘在学校书桌那边，隔天就不见了。那算了吧，这100块。你决定了牧场牧语的猪猪有4种猪猪，你希望抽到哪一个？我家有这只，我要草莓猪。好。粉色的，哇，你这好大只哦，好大，粉红色的猪猪，而且它有一个开关呢，是干嘛用的？灯吧。哦，小夜灯呢？我把灯关掉，竟然是荧光的小夜灯，你可以当小夜灯呢。我把它扔到我的牧场物语电脑里，好，然后现在变成草莓猪，哇。这个是旅行的推车组，哎，你可以到时候可以装一堆东西当推车用。嗯，应该是蓝色。好，我们抽看看它能不能折叠。嗯、好。胖胖获得了一个旅行推车，哎，这超好看的，你看哦。重点是它还可以折叠哦，你就可以收纳到小抽屉哦，哎。啊，你出去露营的时候，你要用的时候有没有？你把它打开来，再把你的东西放在里面就可以露营了哈、嗯。你就带这个去露营就行了，嗯、就可以载着三一出去玩。恭喜你，抽到了！今天他们抽到了牛牛、善意、蓝精灵跟推车，这就是我们这次的牛蛋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。